跟阿姨说，那天晚上你和小新为什么不回家？如果你把我说的话告诉别人，我会一口否认。他不回，跟我在哪有什么关系？想到了什么，给我电话。这是个很简单的东西，你那天晚上在哪？好好想想，别撒谎。往后再有人问起啊，就照今天说的，你值得搬，你打扫房间。报社采访我，我就是把情况如实给说了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女儿说的话？你是不是犯过事儿？你给我说说呗。来这个地方二十几年了，我什么没见过？我让你蠢，让你蠢！你呀，你留下来，小文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不想回家吗？哇塞，这是通往哪儿的呀？